肌肤衰老真相你知道吗？不知道你是否经历过这件事？其实只有二十几岁，却被小朋友叫阿姨。有些人六十多岁了，却看起来很年轻。姐妹们，拜托，快醒醒吧！看起来老态跟岁数真的是两码的事。为了对抗岁月这把尖刀，赶紧把抗衰老重视起来。总是嫌贵嫌麻烦，嫌到最后自己最便宜。你过得好不好没有人知道，但你的状态绝对让人看得到。真心佩服你，没有效果的产品一直使用，无感的产品累积着费用也是很可怕。从没有改变过，你没感觉差得很心酸吗？这套产品真的很有感，很厉害，由公司及政府严格帮各位把关，完全天然成分，保证无副作用。